个县级啊？这个吧。我就嫩鸡啊、嗯，好好。大坡开小坡。小坡开就好了。78是吧？哎。蟹黄多一点的有没有？有。来个335的给他穿。啊，可以，要。哎，好的好的，买了一条鱼，再买个鱼丸，十个好了。然后这里很有生活化的一点，大家买菜都是蹲下来的，在选菜，在抢菜。土猪肉是这条街上的一绝，家家都自我招牌，说今天是新鲜土猪肉。这个来一条吧。对，浦江葡萄跟你一样甜。小伙子，我很喜欢你。给你了。露天菜场每隔一段时间，他就会不时的更新他的菜品，这就是每次来都会有些惊喜，所以驱车30公里过来非常值得。其实这一路熙熙攘攘的人群，会让你看到大家都是热爱生活的人。香鸡是始建于宋朝，素有运河第一香之美誉。这里也是国内唯一一座主供天厨菩萨的寺庙，所以热爱美食的朋友来到这里可以静下心来吃一碗面，一个素月饼。是我搞的呀！哎，小橙子，生日快乐！